哎呦，哎，现场来个这侪人啊吼，哦，我看伫这这侪人的场合，无来做一挂生理吼，真正是对不起我家己啦吼。好来，来来来，咱甲魏浩姐姐姐三色人讲五色话啊，行得过，你要学会走过路过，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哈。一年365天，今日上好康物件几百项，今日完全要甲超叮当哈。物件买无康，心情袂轻松；物件买完，心情就结局完。今日按照惯例，先来拍卖一个小玩具啊，先来拍卖一个小玩具。我手中的即卖是即粒网络涵盖本币的黄色小叶战斗陀螺啦哈，战斗陀螺。来，咱这战斗陀螺，我跟你讲，这战斗陀螺你蛮快安尼，生得足普通哦。我跟你讲，伊个有特殊的效果，我来，我示范给恁看了啊。这只哦，玩那个音乐啊！各位的，咱即马想请的迄个骑马舞啦吼，来咧，这只呗，陀螺要卖偌济？这只陀螺无可能你开800、开500、开300，红阿婆卖等于小拍啦，阿嘛无可能卖你一块，互你愈算愈大块啦吼。这只百货公司卖偌济？咱无管你吊光光是卖几贵，这只真正要爱卖你99，让你玩很久，玩到天长又地久啦吼。啊，千万唔通买盗版，盗版50块，今天买明天坏啦吼。真正要出价来偌济？来评审，恁看恁有迄落想要出价无？李家的，哦，我甲你讲，你这先生，我看你人水水啊，心肝垃圾鬼啊。好来，阿你来，来来来，看呢看呢，焦哥出价，焦哥出价，焦哥出价几钱啊？对啊，人家都说不可能50块以下，你要出20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多过50，不阿伯姐，不啊，明50块，明天就坏，对不对？52。哦，焦哥，我看你人因恁啊，等下嘛是要半身的哦。咱贵个无讲讲，咱卖给你，咱今日目的啦吼。对。咱今日目的是要推荐啦，不是要卖物件啦吼。让我们欢迎好莱坞巨星跟我们的参赛者出场。然后在欢迎好莱坞巨星之前哦，这个桌子哈无法让你们目睹巨星的风采哦，所以先撤掉哦，麻烦一下哦。会不会一转来杨婆婆？妈妈妈 ！Welcome to Hunger Games。让我们欢迎 Peter Miller 和 Ender Jameson Janice Everdeen。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大学木设系2年级廖如静。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大学木子材料与设计系2年级张嘉信。大家好，那就是前面的自我介绍好像太长了，那我们这一段就剪掉好了，我们就不自我介绍，我们就直接唱歌给大家听好吗？等一下，照饥饿游戏来讲，女主角通常都准备一段服装秀给大家看。今天我有准备，拭目以待。拭目以待。好，那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对对，饥饿游戏都要有这个会燃烧的衣服哦。可是你丝袜破了，是故意的吗？不是，不是刚烧掉的吧？没关系啊，我没有看错吧？是真的破一块嘛？真的烧掉了，是烧掉，真的烧掉，那真的火。对，我抱着生命危险来参加金牌麦克风，哎，真的哈，真的，哦。哎，那你们两位要唱什么歌呢？王力宏，你不知道的事。好，我们就在这一个烧焦味当中来欣赏这一首浪漫的歌曲，真的烧焦味很重。来，请开始。喝掉眨几次眼睛，才学会飞行。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？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，很
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坚持不肯说放任你哭泣。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碎了满地，在心里清晰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，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其实刚刚两个，是你先唱，再来是你先唱。其实两个刚一进来，我就是直接想打岔，但是不知道你们后面音是合的这么的 match。你讲对了，合了这么的合，然后就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没有暗差。尤其又是你们在台上，又是还蛮放松的一个状态在唱，都没有紧张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说是要以这样子合唱的方式进棚内的话，当然还是需要再多加练习，一定是还是不够的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，刚刚这样整个表演看下来，我是开心的。对，所以你们过关，恭喜过关。谢谢。谢谢。要说感谢爸妈的话吗？让他自己讲一下，讲一下。哎，讲讲。其实我们是进修部的学生，八天都上班，晚上都上课。其实有这个舞台，我们真的很荣幸能站在这里，然后过关了。我们以后会更努力。就一直很喜欢唱歌啊，就今天才有这个机会站在这舞台，这是我第一次上那么大的舞台，所以今天真的很紧张，不过还是很开心，我终于过关了，耶！哎，热血沸腾哦！下一位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16号参赛者的推荐人。推荐人也合音，有没有？我先说，就是给他一个舞台啦，就是我不想再听他唱歌了，他每天都逼我听他唱歌，对啊。那我呢，就是他是我的女婿，我是他的丈母娘，啊，他要圆他的梦，我很支持，所以今天其实每天听他一直在唱歌是一种享受。会很温馨，很温暖，会很满足，大家请等待。我今天要来推荐的是我们家里最闪亮的开心果，美发界的曹格，最勇敢的追梦者，我的老公林默恩。这是我们的女儿，她今天也要来帮爸爸加油。你要跟爸爸说什么？爸爸很厉害，要加油。以前评审好，各位观众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林默恩，那我来自花莲，我是一名阿美族，那我在台中呢，目前是担任发型设计师的工作，那呢，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呢，修补了我身上这把琴，目的就是要在这个月我满40岁的同时，能够送给我自己一份生日礼物，希望大家能够为我加油。感谢我的家人，感谢我的小姨子，感谢我的丈母娘，感谢我亲爱的太太，如果今天没有他们，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。那为了要圆这个梦呢，我在38岁的时候，我开始着手制造这把琴。如果没有成功，我就回去当一个小小的美发设计师。我本身的职业是发型设计师。假设我今天如果可以圆梦的话，我想带我的家人去夏威夷圆梦。这是我画的。以前为了家庭，然后暂时放下他的梦想。现在我们全家人要来全力支持他完成这个梦想，加油！好了好了，
你要唱什么歌，莫恩？我要带来萧敬腾的歌曲《阿飞的小蝴蝶》。好，加油！谢谢。看不见终点，绚烂的眼，深红的眼，寂静诱惑的一切，听不见是非，身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，一路就向下坠，发现突然间触碰你指尖，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停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脸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脸。谢谢大家。哎，你是不是经常在做运动？我蛮喜欢运动的。从老对，跟昌宪一样哎，而且我觉得你的那个丹田呢、哦、非常有弹性。谢谢。因为这个地方有弹性，其实你唱歌到高音的时候才会有弹性。谢谢。到那个地方，我觉得拿捏那个力度啊很好，而且声音又没有跑调，就声音的品质还是维持得很好。谢谢。不会啊，很好听哎。哎，喂，不要聊天了。我们在研究他的抖音呢，很漂亮。你是我的小蝴蝶。对不对？因为你唱那个“你是我的小蝴蝶”，小跟蝴都抖的次数几乎是一样的。你的小女儿一直在观察我们到底这些大人在干嘛呀？她，我觉得她很想回家了。你牌子要不要给爸爸？对，他就这样拿起来了。好，恭喜哈！今天很感动，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些长辈来，或者老婆来，我还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三代同堂这样子的。真的，而且看到就发色这么丰富的，啊、而且马做哎，在、欸、做发型业的嘛，哦、发色自己染边钱啊。其实他已经准备要去夏威夷了，真的，所以先染好头发再等。啊、哦，妈妈也很年轻，很漂亮，谢谢你们支持他圆梦，恭喜过关，谢谢。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的，都忘了，太喜欢听女儿的，谢谢你，谢谢女儿陪我来，谢谢，谢谢女儿陪我来，谢谢丈母娘，谢谢老婆，谢谢小姨子，今天很开心能够过关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现在刚刚老师对你的评价，老师对我的评价让我感到有点惊讶，就是其实我一直对自己的歌唱不是很有信心，可能就是因为年纪的关系，我也很少公开，在未来在这前十年我几乎很少公开出来唱歌的，我连好乐迪就很少去。那这次为了要比赛，老婆也让我去好乐迪试一下，我发现其实我的感觉不在，那但是我已经报名了，就但是我必须全力以赴给自己40岁一份非常好的礼物，但是呢我终于克服恐惧，我终于过关了，所以我非常感谢评审给我机会。下一位